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唔够噶，咁命令司机用指定方式收款又得唔得咧？有的士司机喺网上表示，日前接载一家人去到酒店，但对方态度好差。其中一名大妈到埗之后，即刻拎出手机命令司机使用微信支付，甚至认为香港已经回归，所以司机一定要用微信支付，同埋要收人民币。司机不满对方嘅态度，于是同对方理论，反问翻：咁你哋嚟香港要唔要签证啊？司机甚至扬言要报警。酒店职员见状之后调停，最后呢一家人拎出咗200蚊港币支付车资。网民都纷纷留言：态度好可以配合，态度唔好就报警处理。啱啊，呢啲冇礼貌嘅人唔使客气啊！一句签证 KO。